什么？红药啊！这个歹毒的女人！哦，别挠，越挠越痒。上次也是你给我下的毒。快去洗洗脸吧，不然到时候伤口溃了，会变成癞蛤蟆哦。爷爷你，快点快点！哎，婉欣，你怎么了？是叶岩。走。叶岩，你让开，大夫要给玉王看病。不必了，王爷还需要休息。我们叶家是缺了客房吗？这还没过门呢，就在你房间休息，这也太有势礼数了吧？王爷在休息，不得喧哗。王爷身体有恙，耽误了治病，你们担当得起吗？是谁胆敢给本王下毒？小的不敢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伙同起来给本王下春药。清风，叶家一家谋害本王，全部杖毙。是。啊，这玉王饶命啊！爹爹他们只是一时迷了心智，叶家和玉王府本就是一家，请玉王高抬贵手。妹妹，我们都是叶家人，你要看着你父亲的兄长死在你面前吗？罪不至死，就给他们个教训吧。清风，把他们拉下去，一人三十大板。是，饶命！王爷饶命啊！老朽这身子哪经得起这三十大板呢？走！别让你们再说碰我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王爷，备马车。这里甚是聒噪，跟本王回府。这次谢谢你啊。谢我什么？帮我母亲讨来了赐封，还帮我增设了大房。你不是说不喜欢别人给你的赏赐吗？你这人可真记仇，小心眼。本王心眼是很小，小的只能装下你一个人。那你说话可要算话，不然的话。嗯，这是何物？此烟花为何能在空中停留这么久？这是信号弹，是求救时报位置用的。那这是爱妃给我的信号。是啊，这是我给你爱的信号。本王定维护你一世周全。王爷，该喝药了。本王不正在喝着呢吗？清风，退下。准备两马车。清风，快叫人送叶姑娘回府。是。怎么回事？马车怎么突然停了？奇怪，这人死了。不好，有埋伏。